印度媒体报道说，中国牧民七月二十二号再次越界，侵入到克什米尔邦拉达克印度控制区边界的迭木卓克地区，并且在那里安营扎寨。在双方交涉之后，中国牧民才撤走。印度国大党议员特瓦里质疑莫迪政府的中国政策不够强硬，他说。 这起入侵事件发生在达拉克迭木卓克地区。除此之外，在边界控制线还发生过十九起巴基斯坦的侵入事件。他们一直在吹嘘的强有力的外交政策在哪里？为什么在我们的边界屡遭邻国侵入的时候，政府默不作声？一九五四年，中国、印度和缅甸三国领导人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倡导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等。印度国大党总书记安瓦尔说：“印度应该就这类事件跟中国最高领导人交涉。印度政府必须就此向中国提出抗议，他们应该召回中国驻印度大使。任何这类问题都必须说清楚，以确保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他还说，印中两国边界必须有清楚的划界立界。目前，中印两国对边界实际控制线有不同的解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最近在巴西出席金砖五国峰会期间，也曾讨论了两国间的边界问题。两人还相互邀请对方访问。习近平有可能在九月份访问印度，而莫迪也很有可能随后在十一月进行回访。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